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因为神的爱，让我们成为弟兄姊妹，也成为一家人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前后左右彼此的走动，握手问安，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国民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同享生命的喜悦，同在主爱中的觉，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同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关怀。我在许多中欢唱，我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苦难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的洁净，因着耶稣如光明，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，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。我们成为一家人，因着耶稣，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。因着耶稣同敬拜，因着耶稣蒙慈爱，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。我在喜乐中欢唱，我与苦难同哀伤，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苦难。世上的一切都会毁坏，也会改变，唯有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才是我们永远的安慰、依靠和力量。除你以外，我们在天上信靠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并无眷恋。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部分，直到永远。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能有谁？除你以外，在地
上我的五千年，除你以外，有谁能擦干我眼泪？除你以外，有谁能带给我安慰？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。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属神的儿女，将我们的眼光跟心思单单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把紧紧抓在我们手中的属世的会毁坏的一切都放开，因为唯有神才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们要全然为你，全然爱你。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你，都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爱不管永远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到青岛，无悔的付出，只愿你心对满足。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，如同香到青岛，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。我的眼光跟心思，我的眼光和心思，单单注视你，哦耶稣，随着你心律动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你，放手交给你。牧师要带了一个主题，是智慧的选择，选择的智慧。我选了以下这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这首诗歌的作曲是 George Beverly Shaw，
他在1909年出生，到2013年今年年初的时候过世，活了104岁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，当他23岁的时候，他在教会里面已经有服侍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职员。那时候经济不景气，有一个商业电台要用高薪请他去唱一般的世俗的歌曲，但是他心里面很挣扎。就在他23岁，有一个礼拜六，他正准备要来为第二天的主日敬拜来准备的时候，他看到钢琴上他妈妈放了一首诗，不是诗歌，是一首诗，是一个 Miller 先生在10年前写了一首诗，就是这首《我宁愿有耶稣》的歌词。当 George Beverly Shaw 看到这首诗，他想到他自己，他应该要走世俗的路呢，还是继续要在教会里面服侍？他圣灵给他感动，他当场就谱下了这个曲子，用《我宁愿有耶稣》的诗做了这首曲子。从他23岁开始，他就把他自己完完全全就交给了神，他回绝了这个商业电台的高薪的一个 job offer， 他就全部献身在教会。等到他34岁的时候，他就参与了那个格里汉牧师的一个宣道团 Billy Graham 的 Crusade， 他从30几岁就跟 Billy Graham 一起配搭服侍圣约的服侍，一直到他104岁今年年初的时候过世。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样一个心志？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宁愿有耶稣，圣约灵前，我宁愿耶稣，胜过财物污蔑，我宁愿有耶稣，圣约。
不美也。一起来，胜过昨天，最梦最浪漫。让我们从低头来祷告。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过去一周的保守，特别是在上一个礼拜，让我们整个教会，不论是 Kiwi 不论是 Chinese， 我们一同来庆祝我们教会成立50周年，这个值得纪念与感恩的日子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家里，也是你的教会，让我们能够一同来享受从你那边来的爱，从你那边来的合一。主啊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。主啊，求你保守今天的下午的聚会，也真的是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我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，主啊，我们是不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上所抓的属世的一切放下来，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让我们来跟随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宁愿有你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臣服于你，听命于你，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做神的奴仆。我们这样恭敬仰望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